梦想的翅膀。
真係好靚啊！Hello，Hello， 雀仔，哇，好大隻啊 ！Hello， 雀仔，拜拜。小麻雀在天空上面飞，是不是很好玩的？亮嗰边噶，你有冇试过摘星星啊？你可唔可以教我飞啊？你有对翼先啦。翼啊，系咪鸡翼啊？定系拣翼？啊，你唔好走啦。拜拜。Yeah!
第四集完，欢迎收睇《生活小知识》。是讲实事求是的嘛，护士长，你去外国旅行是坐什么的？坐飞机咯。那飞机是怎么来的？是人类发明的，但这些跟想象力有什么关系呀？当然有啦，就是因为以前有一对兄弟，他们曾经有一个梦想，很想飞上太空，飞上天空，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失败，尝试失败，结果他们真的制造了一架飞机出来，然后再经过无数的科学家改良，我们现在才可以搭飞机去旅行。哇，原来是这样的。还有啊，你现在在家这么舒服，叹冷气，看电视，玩手提电话和用电脑，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呢？是啊，超级方便啊。但是以前的人是没有这些东西的，他们呢是要靠幻想和想象力将这些东西创造出来的，我们现在才可以这么舒服。原来想象力是这么重要的。护士长，我有样好重要嘅嘢想问下你。你有冇梦想家？我嘅梦想就系唔使做嘢。哎呀！护士长啊，这个唔系梦想嚟噶，呢啲叫做懒惰。我以前咧好想开一间玩具店噶，设计好多好玩嘅玩具俾大家玩。哦，呢个就系梦想啦。咁你谂住点样将佢实现啊？我又冇谂过喎。
你啊要用方法尝试努力，跟住咧呢个梦想先至会成真噶。明白啦，博士啊。哎，咁你嘅梦想系咩啊？其实我嘅梦想系我嘅梦想系成为一个大冒险家。哇！博士，咁你唔仲快啲出发？哦，你讲得啱啊！不过喺出发之前咧，呢几个星期啊，好多小朋友分享咗佢哋嘅相俾我哋，所以今次我决定送翻份礼物俾大家。你哋咧可以去我哋嘅 www 合家欢网页度下载翻一幅小狗 Poppy 嘅图画。图画是没有颜色的，需要小朋友发挥你们的想象力，填上不同的颜色，你们还可以在旁边空白的位置画低你们的梦想，想你就开心了。画完之后，你们可以 post 在 Facebook， 然后 tag 我们 at www 合家欢 at pop theater pop catcher hashtag 小狗 poppy， 记得要将 post 转回做 public，咁我哋就会收到你哋嘅作品，齐齐做个有想象力、有梦想嘅小朋友。好，护士长，我而家就去探险，呢度交俾你，拜拜。我都去准备我嘅玩具店先，有机会再见啦，拜拜，小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喵。今集我哋会教大家唱一首歌，呢首歌啊啲歌词好难噶，你要听清楚啦。歌词就系咁嘅，或者可以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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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或者可以，就系咁啦。大家准备好未？我哋跟音乐一齐嚟唱 music。Thank you.